105年大家辛苦了，那在这边非常感谢各位同仁的辛劳付出，然后也感谢我们家人的支持跟体谅。那接下来我们本人是顺心，谢谢。那我们本人的话，我们是不能代名哦，所以就会被取消资格，就会毙名。那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，就是先抽人玩游戏，然后他再自己抽奖。哦，先抽一个人来玩游戏，是不是？过来帮忙一下，打开一下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再过七天哦，你们中国人的习惯，再过七天你们就要远离的那个猴年哦，挥别猴年，那么我们崭新的心情哦，迎接这个今年到来。那今年呢，坏的走，好的留，好，未来一年，也祝愿各位身体健康。我今天的同仁再来一个。哎呦，这刚问的同仁，赶快再来一个，我不记住了。秋月，我给你写高一点哦。5, 5, 6，三，三加几？3+5+8，第三个。抽奖的时候太急了，要害不到了。来，新年快乐！来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小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任务也增加很多。那过去啊，卫生局啊，一直给乡亲啊，很高的支持，我们提供很好的服务，乡亲对我们卫生局啊都有很高的评价，提供乡亲最好的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50%，交通局占50%，能让我这样子连任吗？各位报告，再多一来了，你们不要再支持我了，我就要离开了啊！我到基隆去享受了啊！到基隆来，服务迄今已迈入第13个，一个人用服务一下。那第二位是我们医正科的主任陈主任。那第三位是我们社会福利科李宝妹，那掌声鼓励一下。第4位是我们健康管理科刘淑涵小姐，掌声鼓励一下。